现在10:44。这样真的有拍吗？10:44，你帮我看一下有拍。他是叫嘚嘚嘚哎。对对，你开始录了。他等一下录吗？我是红灯闪烁就是路，对，好，它只有一条路吗？从这里下只有一条路，然后那个黑线我刚看到它红色禁止进入，然后这下面只有一条路了，就是下面只有一个缆车，这条是红线，讲是讲红线，对，这个电报店很亲切，小朋友很可爱。Hey, wait a second. Hey. 这里啦. Hey, they're asking. Do you know if this is another resort or is the same? The same ski area. It's the same. Ski yeah. Area, you... but we don't know where you're going to. No, we don't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to. Okay. Because we have only the pass of Yokoyama. No, but it's together. Together, no. Yeah. Or can you show me your ticket? Yes.好 I think it includes both areas. 有啊，它的跳伞怎么样？它写很少山，但是应该 I'm not sure. 我觉得算那个跟它应该在一起的，因为 It should be the same, but I'm not sure. Okay. Yeah, but Okay, 因为他在讲那个区域的时候，他两个区域都是一起讲的啊。Yeah. 那这样会不一样吗？If you check the website, they are included. Going down is the Shibuski. Yeah. Your ticket is named as the first words, but this area is they always described in the same place. So I think they are the same. It's the same, no? Yeah. Should be. I think it should be.Yes, because the other one is very small. Yeah. Yeah. Yes. Okay. Vengamos. 拖把呢？糟糕，这不是红线吗？绿线不错。要命啊！太平了。我要晃一晃，不动。这你能下吗？我看一下，这里能下的话，我宁愿在这里下。这里能下吧？他不下。
刚等一下，这里不知道能不能跳下来。穿啦穿啦，我观察有没有人从这一站下。对啊，我觉得应该要可以下啊。等一下我就想这一站下，因为背后那个实在路太远了。对啊，要中间就下。我还第一次看到中间下的 lift 嘞。对啊。这里不行，这里不行，禁止进入。左边可以，啊，那边又有打叉叉是怎样？还是我这边下去也是往左边了？我走这里看看。好像是一样的、欸，没有啊，都是草。雪太少，还要再吗？还要再滑吗？还是去滑前面？这里的话可以练习比较安心。
又没什么啊，又没什么。他们可以坐吗？可以啊，他都上来了。It's okay, right? Yeah, yeah, yeah. 哎呦喂，太快了，是不是？不会太快，你滑这。It's better, no? Stay in the lift. What? I think it's better, no? Stay in the lift and go there. No, you should walk long time to here. Yeah, you should get out from here. do you ask another area? No, it's okay. Yeah. This is better.走这条，拜。两条都一样啊，一左一右，刚刚滑右边，这次滑左边，都一样。现在因为很轻松，就自己练习自己想做的动作吧。啊？嗯，功课，试着稍微脚抬起来一点点。不然要抬重心那一脚吗？奇怪了。或者是跟着我。跟着我也是一个方法，跟不上就算了。
就来了。
林氏包场。嗯，以练习来说还不错，只是就是要一直练动作，也不知道自己标姿势标不标准。在树后面完全看不到。
大。越来越大。越小越大。哟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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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成功吗？我刚好看到你开始起点的地方，我们在那边呦呼，然后就听你在那边水水聊，是吗？我给你录一段。我们先上缆车吧。好，你先录一段，待会可以检查，然后顺便充电。按一下就是录吗？按两下。好。没有，他还很远。我下来的时候，我为了赶上你，我就冲下来。他还在穿鞋子。那我刚冲滑很快，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滑很快没有。我应该是滑很快。我是跟你隔四五个缆车吧。嘿呀。
很热吗？来了来了，真正松又不行，只有小松可以。第二次，这又不是真的松，真的松又不行。问什么？啊，也不知道啊。今天的太阳就没啦，云层已经来了，雪也开始下了。就这一趟就坐过去吧，下一趟就坐过去吧。那就要再来一次啊。多好啊。我还没有。有啊，它的套餐就是有那个酥皮浓汤的样子啊。可以啊，就是 set 嘛，面包餐 set。
这样行吗？怎样怎样？那你帮我开咯。啊，本来就是啊，关啦，啊，我先按一下停下来再关机啊。对啊。我就要收吗？我说你会收到多短？
它滑下来了。在练基本功。
刚好就这一次啊。你不要跟在附近吗？你跟在附近也可以录到啊，你跟在附近也可以录到啊，你就想办法跟他嘛，也是一种练习啊。往正前方是最好的。你不要太急呀，那我们就要跟着他是，好，跟着。他偏偏还是要进去。先上了，去餐厅哦。不知道有没有粘在镜头上，应该是没有吧，这么轻的雪。
看上面什么状况。还 OK 啊。搞到12:20，哟呼！都是血，而且雾雾的。
天两种天气。哦，是怎样？雪掉下来。真的都是血。